是一定赢。这个单筋板呐、啊，那是会当跟模特合体，就表示讲因的功力会当增加百倍。也因两个那是无多合体，那表示讲因两个功力一直伫咧降低。嘿，一贤，你袂用个一直伫咧解剖病。你敢知影？你即马爱赶紧起来对付因两个，啊，若无我等两个会当合体，你不但是拍袂过，这个阿妹的性命就是一个大问题。还有这个金鸡啊，你真正是头个拍呆拍呆，你敢那一直伫要嫁予妖怪？你敢知影？你若一日嫁，你的身躯被破坏，你不但恁家几家伙拢会害，而且这个世间会变成一个魔的世界。迄日啊，迄个妇人讲的意思，就是讲金鸡啊是灵女，啊早晚用铜女之身修行，而且愈紧愈好。啊那呢，我金鸡的未来是要安怎啊？少爷，你在想啥？险险，让你弄到。啊，你要出去啊？对啊，我拄有代志要找你啦。啊，什么代志？就是为着阿勇无去的代志。我真烦恼，伊为着小姐要申请的代志想袂开，啊，我家一个囝，所以我想要出去找伊。你免烦恼啦，他这少年人哦，一时袂顺手，应该是袂做出什么戆代志啊。安尼好啊，我加派寡人去阿你斗找。多谢少爷。金鸡啊，金鸡啊，你精神啊？你什么人？感觉安怎？我要找阿勇，我要找阿勇。金鸡啊，你即马是要去对找啦？你安尼业务未开工，拄精神，你就要冲去找阿勇。阿勇敢真正对你遮重要？怎么说阿兄你拢无爱滴啊？是？阿兄，阿勇是为着要救我，才会失踪的。你好，我去找伊好无？阿兄一直以来拢为着你想，希望讲你能嫁一个好人家。就算人讲你是灵女，未用成亲，但我嘛是希望讲你能甲普通的查某囡仔同款，找到一个好翁。你呢？对阿勇这痴迷啦！我一直足喜欢伊的，我想伊一定嘛足喜欢我的。真奇啊，迄有个人哦，拢凊彩讲讲的，迄拢是咧共骗的啦。有一个代志，阮妈是保护家己，就亲像阿兄，你常常为着要保护我，啥物代志拢无讲，敢毋是的？阿兄拢是为着你好诶，拄以早到阵拢同款。要毋过其他人诶，我着毋知影。阿兄是今日去用骗去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。毋过我希望我家己诶未来会当由我家己来做决定。发生遮尔侪代志，毋管是别人听到，抑是我亲目睭看到诶，我也是有足侪问题，所以我想要赶紧找到阿勇。亲嘴问伊，好啊。卡叔讲，到时阵你也知影讲，阿勇啊，伊阁有其他的想法，敢会后悔啊？不管是啥物其他的想法，我拢已经付出我的真爱啊，爸爸都收回啊，所以我想要等着阿勇的回答。好啊。我了解，杜家那边的亲事，我会去退掉。阿勇阿姐，我会加派个人去找伊啊。阿兄，是的啦，我知影你足疼我的，真侪代志拢是为我好。啊，不过我对阿勇的感情，拢一直放袂下。好啊，我搁讲啊，先去休困下吧。
知道啦。阿姑，你，我够忝的，靠，要回去，因到底在倒啦？嗯，我顶眼睛喘气，哪会感觉有一个气走入我的身躯内底啊？哦，佮真死人呢！这个所在这么大啊，动作找一个人这么简单哦。我现在如果没发力，是要怎么去找人啦？找几天啊，若是找无人哦，回去一定会让人打的啦。我哪会这么衰啦，去拄到他母子。现在鱼啊，如果让他留在那里，我想要逃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哎呦，阿勇啊，你到底在哪打？阿勇，阿勇啊，阿勇！唔对啊，阿勇看起来敢在练功呢。阿勇是蛇妖，即马无胎，也无伫咧身躯顶。敢讲阿勇要加精啊？我去问看卖。阿勇啊！阿勇啊！啊！拄只迄只蛇，敢是阿勇的原型？想不到阿勇的功力这么厉害哦！啊，有啊，现在母胎也受伤了，只要阿勇恢复了，让他们两个小台，我跟鱼儿就要趁这个机会逃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。阿勇啊，较拼的哦，靠你哦。暖天，有较好无？无较好啦，你真正足无路用嘞，连一点仔小伤你拢治袂好。从来唔捌发生这款代志，到底是啥物人要害你？我哪知影，店面妈妈，明明王经理都已经到手啊，煞互伊走去。更加讲，拢嘛是你，我早就叫你去破坏伊的灵体，你着爱耍，即马耍出问题啊，才伫遐对我使性地。哼，我是恁阿母，唔是你的查某囡啊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先叫魂哦，你搁叫，我着甲你挤倒去巴肚内底。对了，段天，咱会当合体看卖，看是毋是会当治你的伤。嗯。奇怪，咱会袂用合体？照你讲，合体会当治你的伤啊？你即马感觉安怎？我全身下面咧叮当。可能有物件要走出来，阿母，我就艰苦啊！等等，你放心啦，你是主治唯一的黑妹，阿母袂让你死。哼，那有亲生老母就差家己的囡仔，我一定是抱来的。嘿，
阁有人发生代志了后才想到阿母啊？好啦，你等下先去休困，我去抓一个人，给你填补。青埔夫人，信鹿王金鸡祈求保庇阿勇会当平安较早回来，让我把代志问清楚。看起来出虔诚的呢，你甲夫人讲啥物啊？我是来求夫人会当保庇阿勇平安早日回来。你哪会当甲夫人求这個？你是林女呢，袂当生气。林女是恁在讲的，我哪会拢无感觉？敢讲你拢无明白，瞒过夫人叫你爱甲刺收刀吗？我白甲你讲啊。金鸡子啊，阿勇，阿勇，我总算看到你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金鸡啊，你袂认得我？金鸡，面熟啊，面熟，啊，不过唔捌。哪呢？你干嘛伊？伊哦，有淡薄印象啦。哎，我会记得人伫咧桌仔脚。哎，你这个妖怪，迈过来。妖怪，都妖怪啊！哎呦，你想怎？你看起来敢那怪怪。阿勇，你先对我来。我是安怎要跟你去啊？我等一下才慢慢跟你讲，你先对我来。哦。金鸡子啊，金鸡子啊，我要去找道长。阿兄，啊你哪会伫店内？阿勇，金鸡啊，啊你是伫倒找着阿勇啊？我去夫人的庙外口拄到伊的啦，阿勇，啊，这位少爷，你敢搁会认得？面熟啊，面熟啦，无一识。金杰，金杰啊，阿勇啊，这卖什么情形？我嘛唔知影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伊甲身边所有的人拢袂认得。哦，恁家油才多哦。哦，我这样是，就是这味抹油。哎，你做啥？这袂用吃，这是我要卖的。哦，你之前顾店的时候，就是拢贪小安尼偷吃哦。我当然袂偷吃啦，你这歹要死哦，我袂嫌你啊。哎，你阿勇。你袂用安尼啦，伊是我的阿兄，嘛是你的头家，你哪会使安尼对伊讲话？阿兄，啊你看伊着怪怪，你着莫阁甲伊计较遐济啊啦。阿勇，来来来，啊，之前你伫店里做工课，火油甲毛油拢分袂清楚，你敢阁会记哩？我摆店只做位工课，我搁一斤十两，你用麻油一斤十升呢。阿兄，啊你看伊即摆就变甲怪怪，你着莫再搁介意计较啦。伊可能是头壳起石头讲着啦。好啦，人待着好啊。你等下吼，叫人带伊去休困一下。暂时哦，妈也袂走啦。好，我会好好陪伊，帮助伊恢复记忆，想说看卖伊是发生啥物代志。
阿勇，走。哦。这关键也回来，看到阿勇也变到安尼，也要偌艰苦啊。嘿，阿勇啊，你讲过去的代志，你拢总袂记。啊，你即卖是咧假故意，或者是讲你咧甲金鸡啊创治？哎呦，金鸡啊，你即摊若是闪无你，到时你是一惊大家就上头啼。你若吼靠死嘛是无摇伊。啊，为什么人这阿妹啊才几岁？人伊都知影讲，这个做能力是袂当的。啊，你安尼愈大汉煞愈倒退，啊，是讲哦，你那是破人体，你敢知影？清波夫人就是破身格哦耶。道长。阿妹啊，道长，你的面色看起来愈来愈好啊呢。外伤已经要好啊，多谢你的照顾。这拢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对啊，阿勇找到啊，不过伊唔知影是安怎，有足侪代志拢袂记得啊。伊有当时会认一人，有当时袂认字啊。阿勇的腰力。真弱，我方才在练功的时阵也有感应，伊应该是被进前魔物来附身所引起的。啊，金鸡小姐呢？金鸡姐啊，伊家己咧照顾伊啊，就甲伊讲，阿勇这款人袂用得爱，安怎讲伊就是听袂入去。这都要看伊自己。有法度看破真爱，啊，若无任何人也是无法度来勉强伊去做伊无愿意做的代志。修行这条路无简单呐，要下真大的决心。道长，等你的伤若好起来以后，就会用得先对付阿勇这只蛇妖，会当予伊现出原形啊。单金盘无得嘞。要来度阿勇啊，并无困难，但是我也差一味药方。若是这味药方，我就会当拍通规身躯的血脉。是欠倒一味药啊？是八角莲。八角莲？嗯，你免烦恼，我自己会去找。这是毒。毒？药啊，甲毒，只是差在分量而已。就参像法术，是用来救人，还是害人，意思同款。哦，我了解啊，同款的物件，放伫个无同款人的手头，会有无同款的作用，会当救人，嘛会当害人。你呀，实在真聪明，一点就通啊。对啦，阿勇是找到了。我想单金盘嘛已经要回来了。你发现当楼的锣声会伤害到母胎，单金盘应该袂放过你啦。我唔惊，妈祖娘娘叫我袂用的惊，爱去面对。我即卖功力也无法度打过单金盘。这个护身符，你暂时扎在身躯，伊会当保庇你平安顺遂。是。另外，我在你的身躯加了一道掩身术，安尼任何的妖怪都无法度伤害你了。
谢队长。这么晚不哭，啊！搞以后才冻到水是要创啥哦？我是要来帮你恢复记忆的。我就爱困，你爱困好不好？反正我困一醒哦，我什么都能想起来哦。嘿，之前阿兄把我关在房间内底，无爱放我出去。半暝啊，你拢会来我的房间门口陪我开讲，想说讲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敢讲你拢袂记哩啊？无印象。那呢？之前你偷偷放我出去，咱准备要小撮走，去你所安排的所在，准备申请。那申请呢？无。哦，是无彩。你个生得真水。刚刚你真正袂记得我？我到底爱安怎做？才会当让你想起我。嗯，阿勇，卡细声，大家拢在困啊。哎，我拜托你，你别紧去困，啊，我慢慢困啦吼。你，哦，好夭寿，你么大力，还只将我惊醒啊啦！啊，想袂起来，想袂起来，嘛，讲到这要创啥啦？哦，啊！今仔日月娘真光嘞！这个阿勇，明明就会记我甲伊安怎袂油，啊，不过伊煞把我放袂记，真正让人足生气的。我拄只安尼念伊，下手敢会受重，拢是我唔好，伊即马应该是爱加休困。啊！我所以伫逼伊想起过去的代志，是我收着去啦。明仔我一定爱去甲伊回一声谢嘞。啊，无得卡就像伊讲的，困起再起来就拢收起来啊。来搞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甲你介绍者。这是阮囝。嗯，爱我做病的老爸。要做我老爸，你阁配袂起。你，是我要送予阮囝的补品啦。一个查某，一个囡仔，讲啥物笑话？哼！囡仔爱提你的命呢。是吸收来的阴气较好啦，我真的感觉拢好起来了。有好上好，现在不输鬼，这疗伤是因的福气啊。有点迄只不输鬼，你嘛会当抓入来填补啊。袂用的，迄个不输鬼，我先甲伊留下替咱趁钱，先甲伊想的想的，互伊看会到，食袂到。阿母，你真正就歹呢。夏夜，阿勇变作呆呆戆戆，那是伊袂好，以后我是要安怎？你别烦恼，以后我会照顾你。真的吗？你敢无骗我？我唔包哦，做生意，伊用讲信用啊，
一句就是一句，当然的代志，一定做得到。你哦，来这已经嘛一段时间啊，你应该真了解我的人才对啊。是啊，少爷，你是一位君子。顶摆我陪你饮酒，你嘛是真规矩。关家哦，佫要嫁人的，我袂通做出一种伤害你名字的代志。这么多年来，有很多查甫人都想要求我这个软弱查甫人，若是少爷你会用的，你会用给我挖口。哎呀，你真正有够大心的呢！哎，安尼咁好？那很好。你是少爷，我甲你奉台，也是真正上啊。做这个工，敢会是人讲的？啊，你是爱想伤多，暗时搞迷茫。是你偷吃的哦，潘姐，你巴肚枵啊？你巴肚枵就会爱偷吃包啊，是无？啊，不要吃包，不要吃人了啦！你，就算讲是头壳歹去，也是枵，卡袂到就是要吃人，有够恐怖的啦！你查某囡仔一直叫我是妖怪，我明明是人，那是妖怪啊！真是，你唔知妖怪，啥物妖怪？一日把我食食人，啊，今日拢食饱个啦，佮解气哦。阿勇，姐，你敢有印象？这里哦，你看头前迄条河。你之前搁伫遐变戏法给我看的，阿勇，是啊，你敢够有印象？想袂起。哎，你怎破水啦？这是你跟我讲，爱互相泼水才好耍啊！你袂记得啊？无可能啦！我哪可能做这款这么无聊的代志？无可能啦！你之前跟我讲，伫水底抓鱼，而且你阁有变八鱼给我看呢。变八？嗯，而且你用手一举，石头就飞起来啊！石头飞起来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啦！阿勇，刚刚你真正拢想袂起来？金米小姐，歹势啦，你讲的代志哦，我真正拢袂记啊。阿哥吼，我对你真有好感呢，你生得真水，对我目真好，
我介意你。你介意我？是啊，大家看到你的时阵哦，都感觉足欢喜的。虽然较早代志我想袂起来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咱俩实在足久足久的。你想袂起来，无要紧啦。那无，咱搁重新来过，好无？好啊。无，咱搁试试边看卖。过去。阿勇，石头飞起来了呢。我是当时二爷在巴黎啊。阿勇，这就是你真正变给我看的巴黎，你拢想起来啊？啊？哇，超厉害！这个臭姑，竟找一个人，找到两天拢碰见，知影是走去对，还要搞我气死！哦哦，什么人聊天呐？你，你为什么摕石头甲我啃啊？我也不是故意的啊，我是讲你来伫遐。哦，我伫遐休困啊。休困？啊，你哪唔转去？转去？转去给人拍？你又搁唔是唔知影？迄单间办哦，有阿雄咧。对啦，若是讲到因母阿囝，迄手段吼是真正足凶的。假使我若有机会通去逃走，我一定是有偌远，走偌远。我嘛是安尼想的啊。可惜，走袂去。迄真歹讲哦。哎呀，甲讲你有办法。办法嘛是有啦，啊，不过不一定会成功啦。不管是会成功还是袂成功，你拢讲来听看卖啊。这个办法就是练功。阿兄，你是睏无饱哦？咱是普通人咧，要安怎练功？若要练哦，去做梦练较紧。你哪会这么无志气啊？你想看卖，迄个舞台哦，拢会受伤啊，还有什么代志是无可能的？你讲的有道理呢，是讲。我想无呢，迄个母胎啥物会去互罗生惊着啊？你想看卖，新罗惊头家，乌龟惊屁股。这母胎哦，虽然足厉害，你敢知影迄个铜锣是为妈祖庙摕出来的呢？我咧想啦，母胎够厉害，嘛是袂空的啦。哎呀，你讲的有道理呢，是讲。啊！你讲的练功，甲这件代志有啥物关系啊？我甲你讲，我前几工哦，有去找到郑勇呢。我看到伊伫咧练功，我就咧想啊，咱真细人哦，嘛有练功啊。虽然即马是普通人，啊，不过加强练，到时阵哦，要逃走的时阵哦，走较紧啦。哦，阿兄，你真正足巧的呢。那咧为即马开始，咱一定要好好啊练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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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。练功，练功，今麦就来练功，来去。奇怪，林大夫讲的地点。哪会拢找无？敢若找到几行啊草药啊，还是先退倒去好啊？阿妹啊，管家，管家，你毋是要去找阿勇吗？啊，我找来找去，就拢找无。想要叫人斗相共，你敢有要甲我帮忙者？无啊，我阁有代志。你囡仔人
有什么要紧的代志？头家已经派人去找阿勇啊，无差我一个啊，我要回去陪小姐。哎，金鸡大人大正啊，无需要你陪啊。啊，你年岁遐尼啊细汉，阁无爸无母，归去另外做客母，好我好好疼惜你。管家，你莫为难囡仔啦。予别人看到，会讲你大人欺负囡仔，足无面子的哦。我即马是咧对你好呢，我想要好好啊疼惜你，哪会变作我咧欺负你咧？你无安好心啦，规个头脑拢是要害人，谁知影你会比啥物肉？你敢真正无要留来陪我？我才无爱陪你咧。我走啊！我看你是不是有法度走出去我的掌中心。会忝的，你留来陪我无？老妖婆，你害我一世人，阁无够，一世人阁害我。我就知影，原来你拢会记的，无怪你看我作对。找保护人就已经无得啊，敢有效？陈梦瑶，我的好小妹，见你遐尼想要做好人，你归去好人做到底，丢世人替周志连讲，这世人嘛替阮囝出一个力。我爱啦，我不爱啦，我不爱啦。紧行，紧行！恁拢是妖魔，禽兽不如，以后死无葬身之地。咩啊？做你尽量咩啊？普通人有啥物好？普通人无权无势，互人算计，就爱死。就算讲有权有势，嘛活袂过一百岁啊！阮就无共，阮母仔毋若法术高强，阁忠心不孬。恁遮个凡人，敢做会到？恁拢莫伤过欢喜，等道长个伤好啊以后，伊就会来找恁算账。你是讲含义咯？伊就拍袂过我，我敢想想拍败阮囝。就算讲道长无法度修理，秦宝夫人嘛一定会当修理。哈哈哈！哈，恁这摆找宝夫人，也毋是伫我的计谋之下，触犯天条，互人拍落神坛。做好人嘛是互人欺负啊，也是做妖魔较自在。我虽然是普通人，也毋过我无做歹代志，嘛毋惊落地甲。恁就算讲搁较强，嘛同款有弱点。只要找到恁的弱点，恁同款会死。你是咧起教？你用妈祖庙的东路伤害阮囝，这笔账我今日就要甲伊算。
你干嘛呢？选伊伫咧伊身躯顶放定心酒，我无代志啊。你竟然敢伤害阮囝，找死！定心酒，阮母界无法度伤害伊，不要紧。迄两个戆人即马是凡人，拄好通啊利用。系，老李一口气，就是要送一个大礼。姜氏练了袂歹，也毋过你修炼只要两百年啊，也是无法度得到先生。你的师妹杨金香就无共款啊，人伊早就得到先生，也是伊较厉害。哼，每一个人资质无同，悟性嘛无同，现日天生五顿，爱用搁较侪时间来修炼，袂当含。每一个人来比啦！哎呦，道理讲到一大堆，听起来是真惊人。其实你是唔肯面对你家己，你才会无法度得道上身。妖道，你也敢走来这论道？你敢知影什么是道？阿伯，我问你咧，我有水吧？会上，早晚成为一堆的白骨，有啥物好看？水点水，卖就卖。你是安怎要讲白菜欺骗你家己嘞？你就是唔肯面对你家己，你才会无法度得到先生。今仔日我得来做一件好事，成全你。想袂到，陈金盘有法度来到我的幻境，害我。险啊！走火入魔啊！我自拜入师父门下学道，已经要两百年了。这几年四处行教服务，做了未少为道之事，但是为什么至今也无法度得道呢？我到底是倒位出了问题？是因缘不足，还是无福？我自问已经心无波澜了。师父，弟子智慧不足。希望你指点嘛。阿妹有麻烦了啦。我是当上巴西，我拢无印象。啊，不过吼，有一挂代志，我阁感觉我原本就会晓啊。啊，过去阿妹啊。一直讲我是妖怪，妖怪，啊妖怪影应该有买溜啊，我无啊，真正上啊，唉，想无，奇怪，你写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啊？
来试看卖。啊，听。阿二，老伙啊，真老伙，我是创啥啦？拍袂死的乞食，一般人哪有可能拍袂死啊？怎么新歌？还是讲拍袂死的乞食，敢是会讲我？敢有可能？嗯，袂听呢？哪呢？不会啊！真正啊呢？敢我是妖怪？阿勇，你的脚是在疼是无？对，我脚在疼。我若是妖怪，去拜拜拜，敢袂去让神明拍死啊？阿勇，啊你是有要紧无？我无啥爽快啊。你先稍忍耐一下，头前就得要到啊，我扶你来去庙休困。啊，唔免啦，天气哦。无好，人歹面，人会痛。哎，我是要来去庙里摒扫。你若是身体无爽快，你先去边仔休困。啊，我先向夫人上香，保庇你身体赶紧好起来。我去庙，夫人甲我讲啦。人若无做啥物亏心事，神明哪会听话你啊？我，好、哦，我知影。你是不是感觉你不是好人？所以你才不敢去庙内底，你惊夫人会把你架死。嗯。较早我就是伫庙口外口拄到你的，听妹仔讲，你常常去庙内底借贡品。迄就是偷啊！伫神明面头前，迄是借，毋是偷。人生本来就有足侪无顺利的代志，你就当讲你较顺利，较摕来听就好啊。安尼哦。好好，行。啊，你唔讲要去行？阿勇，啊，你的脚拢好啊？我的脚好啊啦。哎呦，你莫搞笑啦。阿勇，我感觉你这件事去记得了，跟了无啥共款呢。阿老无共。就亲像咱以前拄识识时阵。你就甲你那同款，予人就是要接近你的。安尼哦。啊，对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遐代志我想袂起来，嘛无要紧哦。想袂起来就想袂起来，啊，不过我希望总有一天你会当想起来。会啦会啦，我会想起来啦。段天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有较好啦，只是有时阵会戆戆。真好。对啦，段天，你的伤还未完全好，所以你莫四界乱踅。我先转来去王家探听一下消息咧。啊，你若是无聊。会当去找迄个死囡仔屁耍，也毋过你绝对袂用家己杀死，我还阁有路用诶。好啦。迄个囡仔屁有啥物好耍？
上好是找人来甲我相拍，安尼较好算啦。多谢。卖着急啦，豆豆阿玲。你今日把杯仔一干啊，你把忝嘛，咱做伙啉啦。阿勇，你回来啊！来来来来，哎呦，你敢有受伤无？啊，身躯敢安怎无？我唔捌你啊，你妈开手来啦。你唔捌我，我是恁阿母呢。阿母，我跟恁老爸呢。我阿母有这少年哦，我本来就少年，嘿，你这死囡仔，人家个阿母拢袂记的。我袂记我阿母啊。无阿母，刚刚你为石头变出来哦。你当然嘛是阮囝，我敢会认唔着人？你真正是阮阿母？当然嘛是真的。阿母，乖，卖阁甲阿母放袂记。管家，阿勇连我拢袂记啊，有诶代志伊想会起来，有诶代志伊想袂起来，我嘛毋知影伊啥物时阵才会好。我伫想，阿勇可能是因为知影你要申请诶代志，受到真大刺激，一时无法度接受，才会啥物拢袂记。也毋过，即摆人倒来就好，我相信。伊真紧就好啊！希望是暂时的，我阁有足侪话想要问伊的。金爸啊，你总算回来啊！少爷，你回来啊！多谢你甲阿勇找回来啦，我伫外面拢找无，实在是让我足烦恼的。没啦，我足烦恼你，你知影无？我即毛阁要叫人去甲你找啊，回来就好啊。哎呀，不过。阿勇啊，伊即马啥物拢袂记，连我即个阿母嘛拢袂认诶。唉，即马少年人较袂晓想，为着真爱，连阿母拢无爱顾啊。哎，金爸，啊你即马意思是讲，我出老诶，啊少年人你想啥，我拢毋知。啊，毋是啦，少爷，我是伫讲，你少年诶时阵，应该嘛要拄过一个。为着伊放弃一切，只是讲，恁奶无法度体会少年人的心意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爱我成全？是啊，你看一个为着爱逃走，一个为着爱失去记忆，或者是我，一定会成全因啊。此处妖气甚重，应该就是魔困了。之前我找到金鸡小姐的时阵，就怀疑这个所在了。阿妹啊，避了来此处，看起来应该是凶多吉少。但是不管是生也是死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爱行一回啊！周断天，你成魔变成魔，你欺负阿妹啊！迄个囡仔，你是算什么？你自己拢袂感觉见笑吗？
我感觉替你足见笑。迄个囡仔屁三番两次来破坏我的好事，会帮我练功是看起伊啊。魔就是魔，这世投胎做人，枉费人一生。做普通人有啥物好？无权无势，凊彩人一个，着爱死。我的比狗去啊，佮较不如啦。就算你修行遮侪年，嘛是普通普通而已。就算我功力不及你，但是我还佫有保有人性，还佫有人佮人之间互相的关怀佮照顾，无参像你，除了杀人以外，你还佫会用甚物？你罪恶做尽，天理难容啊！住口！听你咧放屁，人命来放！分身去！分身术，看来你嘛进步安尼。又该安怎？本少爷伤无好，嘛是会当拍死你啦！想死了你一命，为着你嘛活无久。段天，段天，阿勇找你啊？你是妖怪？你嘛是妖怪？我哪是妖怪嘞？我是恁阿母呢，你唔才是妖怪。收起来，不管你敢有收起来，你拢走袂去啊！卖乖，你卖过来！大天，你跟我安怎？你今日给我吐出来，看起来也好哩。这高桥，哪呢？你敢袂记？这个是妖怪。我是妖怪，不是，我是人，我不是妖怪。你是啥妖？你敢真正放袂记啊？你想看麦，普通的人受伤，哪有可能会好？那是因为你是妖怪，加上你有后天的功力，所以不管你受偌济伤，拢会当家己复原。阿勇啊！你真正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邪妖。我是邪妖，我是邪妖，不可能！啊！我。麦克华，你两个乖乖踮在内底，我是无可能甲你放出来。你着看本少爷派你的肉身去找王金去。你吼，就是遐尼爱耍。阿母，若是无遐人啊，是感觉寂寞，感觉痛苦，啊，着无好耍，无趣味。看起来你的功力增加袂少哦。是啊，这小妖的肉身哦，比较早更好用呢。原本我去个八祖庙，在路上拍一个受伤，想到竟然个小妖的功力，可惜呀、啊。
既然哦，把情感我来讲听，这个是怕等秋困，等到用。这个人世间，还够想会当来对付这条妖怪呢？看来我还是爱先疗伤，保命要紧。会当动员一时，算一时啦。用啊，是走去地啦！我咧规个所在找透透拢找无，啊无即摆是安那？会飞天会撞地哦！阿兄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到无？哦，你是白音哦！哦，拜托诶，我已经听到话拢讲袂出来啊！哎，爷，阮到底是行偌远啊？我算看卖啊！三个点钟，三人，三人，哦，我靠，哦，无找到人，又搁无法度转去，咱若是安尼扛手转去哦，绝对死甲足歹看的啦。啊嘛，干能继续找啊，无是变安那？好啦，继续找啦。行啦，行啦。哎，哎呀！那个是牛片诶！对呢，真是是爱死道长呢。哦，伊有够认命的呢，怎解安尼哦？无甲伊拍死。哎，伊看起来敢那受伤安尼。对呢，哎呀，啊是咱家己安尼，安尼那是大公一件呢，啊是讲。动作无快着，啊是要想偌久啦？来，虽然迄个死道长有受伤啊，啊不过咱刚拍赢伊。我嘛唔知呢。哦，唔知你还阁想要安尼哦？到时阵哦，咱也是拍输，毋是就害了了啊？对吼，还是咱来走。等下，各位师长跟外头的好朋友，这个清波夫人后传哦，实在是值得你慢慢去品尝、去观看，真的是一个不错看的一个好戏哦。你一定哦，爱播出片头尾，甲阮捧场，甲甲阮指教吼。阿主吼，伫个家要来感谢吼，哇，这一大堆呢，这个是什么？一品鲜火锅、左烘轮胎、什么什么协庆电器行，还有林昭玲，还有安燕、婷婷、李嘉轩，新加坡的蔡杰公，来等等，喝看看到小宝，这边小，这边小上的啦哈，因为。人伊无讲要送咧，是伊送哦阿祖，阿祖想要送大家吼。这是阮的妈祖娘娘陈廷辉啦，他写的这本书吼，记这个非常美丽啦，就是讲咱今嘛吼，不但是男女平等啦，这个女女抬头啦。所以我们早人哦做代志无比查甫囡仔较输呢，所以尤其是因两个姊妹啊吼，真正足厉害喏，一生没有结婚，奉献给我们的社会，实在让我很感动。而且伊开足侪钱咧，比如说一对大天后宫甲伊身上穿的妈祖衫，还有清福夫人的这一套服装。全部是他有提供的，所以他一定不找我刚刚是很有励志性，所以说
若讲总送我无法度恁几百万人，我是要安怎送吼？所以我希望讲，伊送我五本，我五本送互恁。啊，这是要按怎来讲这个？要送的这五本哦，小可做一个啊，足简单的为难，互恁知影一个吼。陈廷辉伫台湾基岸是演妈祖以外，阁有演啥？只要你要着。啊，这五本就送给你。啊，你若要到的人吼，我伫个大概这出做完，伫个后出的第一集，我就会把你们的名字在这里，唱给你听，不是唱给你，念给你听，告诉你，你已经得到这一本书了。啊，就自然会叫我的助理，把这本书，寄到你的府上。可是当我念到你的名字，你要赶快在我们的比如说讨论区也好，好像写明信片啦，去明示啦，我就给你寄给你，唔通袂记哩哦。我这本册是真正对左人看看，你也感觉咱查某不是查某呢，实在很有励志的女性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台湾传奇再见喽。只要坚持一定。Yeah.